生活常利用药食之成分、药性来调治疾病及保命增寿。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寒凉性西药通过其成分可影响组织器官运作，从果处理体伤所致之症状，以达到解决疾病的医疗目的，所以它具有医疗治病、解除症状的功效。但寒凉性食物却不能有效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所以它既非医疗也非保健。举例来说，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诸如碱性食物未可改变酸性体质，生机饮食未可保全营养成分，人造维生素、水果酵素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等多属寒凉，且皆聚焦在成分而非药性。其中属医疗者仅有除疫苗外的西药。疫苗及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诸法，其成分既无解除症状之功，其药性亦无改善体力之效，不仅称不上是医疗，也算不得是保健。更何况寒凉性药食会耗损热能，减弱体力，若当医疗或保健长期服用，反成伤身治病之源而得不偿失。哦，这一段应该是所有养生的一个结论了。我们来看前面，你们这样看得懂吗？哦，也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中已经常常已经利用药食是什么样成分跟药性来达到治病跟养生的功用了，我们日常已经在用了。好，那从医疗的角度深入分析，医疗寒凉性能达到医疗的只有寒凉性西药才能够，因为怎么样，这些西药它的研发都是要研究其成分，然后来达到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处理疾病症状、从果处理疾病，所以它有医疗的功效，绝对没有问题，这是西药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寒凉性食物有没有这样的功效，没有。下一段，寒凉性食物它没有办法，因为食物如果你没有特别制作把成分抽取出来，一般食物不可能吃进去影响哪一脏的，那是达不到的。如果能够影响哪一脏，那就可以称为医疗。但你看西医答不答应你说你们吃什么食物具有治病的功效，你这样一讲他就说你夸大广告了，有没有，还要取缔你。所以他西医也是不准，那从原始点的角度来看那也是不对的，因为食物本来就没有这种功效，食物顶多就是能改善热能与否而已，没有达到这种影响组织器官，只有外治法才有。那很显然寒凉性食物是不可能，食物是不可能的有达到医疗，除非它是成分，那它不谈成分就没有这种。好，那它既非医疗，那因为它是寒凉哦，所以它有没有办法改善热能，也没办法，所以它也没有办法改善热能，所以它也不是保健。所以寒凉性食物既非医疗也非保健。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展开来谈了，很多寒凉性食物被我们赋予说哎呀这个我们正在用来养生保健啊，甚至在治病啊，有些人都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下面最被常用的有几种。好，我们这里举出来的就是会有 这些迷思的第一个酸碱平衡的理论，有没有，你们读过这样的书吗？有读过的举手我看一下。哎呀，污染还蛮深的哦，那么多人。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酸碱平衡谈的是保健还是谈的是医疗？认为保健的举手我看一下，认为是医疗的举手我看一下。哎，好像都有哦，但是大家都认为是保健。那保健就有问题了，酸碱平衡一开宗明义就讲一句话，他说会生病的人都是酸性体质，有没有，所以要多吃
哎呀，你们背得比我熟。所以你看，哇，这个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的要点。好，那我们从这样来看，他第一条是在说，会生病的人，那要多吃碱性食物。那吃碱性食物为了是什么？治病啊。他说会生病，就是你吃碱性把它中和，那就不会生病了，所以就治病嘛，对吧？那你们又说它是保健，我觉得你们有一点怪怪的哦，是吧？所以很多人生病了，我看有一次飞机上有一个患者，他就一直在喝柠檬水，我就知道这是酸碱平衡派的。我故意问他，我说你怎么在飞机上还在喝这种东西？他说不行，我乳癌啊，然后生病都是因为酸性体质，所以我要多喝柠檬水，这样我的病就会好。哦，我说是哦，那我说很寒呢，他实在听不懂我的话，那我算了算了，讲不通我就不再说了。所以原来很多人是把酸碱平衡拿来当怎么样治病用的，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单纯。那你们好好，就像你们那么单纯，它寒凉哎，碱性食物很多都是寒凉啊。你看我刚刚讲的柠檬、醋，还有很多水果，他说多要多吃水果，有没有？那水果都是寒凉啊，茶叶也是碱性的、强碱的，那它也是寒凉哎。海带、海藻这些都是寒凉的。只有他推荐的说坚果类，那是还算平的，只有这个还可以，其他几乎都是寒凉的，那表示他们是寒热不分啊。那这样说来，你们拿保健结果大多数都寒凉，那也不能改善热人，所以根本也没有保健的功效。那谈治病根本谈不上，治病吃的只能从那个外治法下去。好，所以酸碱平衡既非医疗也非保健。好，那我们再来看生津饮食，你们知道吧？生津饮食有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哦，你们这一群人真的不得了，什么都涉猎过哈，所以这里也听听，那里也听听，今天轮到听原始点了。好，那什么叫生津饮食？生津饮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他说食物不要煮太久，因为煮太久会破坏里面的什么成分，对不对？所以这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中医传过来的还是西方医学传过来的思维。西方嘛，一听就知道谈成分，我说只要谈成分一定是西方传过来。那酸碱平衡是我们东方的思维还是西方传过来的？还是西方嘛，因为现在西医强了，现在养生概念他们就由西方一路传过来了，所以这些都是受他们的影响。好，那生津饮食说你只要不要煮酒就可以保全营养成分，那问题成分保持了也不能影响组织器官啊，了解吗？那是要特别抽取出来研制成西药才可以影响啊，你一点点成分你怎么影响？所以也达不到医疗的功效，了解吧？所以你们如果生津饮食是拿来当治病还是养生的？认为是养生的举手，我看一下。认为治病的举手，我看一下。啊，都不敢举手了，这一次。好，就先不要受我影响。你们如果当时候接触生津饮食，拿来用养生保健的，举手我看一下。哦，这个就问出来，大部分都还是认为不是治病，所以这个就不用讨论。你们那他又谈成分，成分是治病用的，跟养生保健是无关的，那你们就冲突了。啊，所以你看那个思维偏差，很多是达不到的，但你们自己也没有深思过，所以你们要治病达不到，但你们养生保健生津饮食，因为他怕煮太久会破坏成分，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强调生食哦，所以叫生津饮食哦。你看蔬菜，有时候我看素食店啊，很多就生菜沙拉有没有就开始吃了，
所以这些生菜这样吃是寒凉还是温热的？寒凉，所以它有没有养改善热人的作用？既然没有，它就没有保健。所以它既没有成分能够影响组织器官达到治病，同样它也没有办法改善热人达到保健。所以生机饮食既非医疗也非，对了，就是这样。好，这样没问题了吧？好，我们再来看你们喜欢吃的维他命 ABCD。 很多人说出国总要买几瓶嘛，外国买的比较便宜，那你买来吃是为了养生用还是为了治病用？为了养生用的举手，我看一下。有正在吃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哎，还真的有啊。那你们是用来养生的，不是用来医疗的，对不对？但很奇怪哦，维他命 ABCD 他们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哎呀，你消化功能比较差，要多吃 B 群哦，有没有？那你眼睛不好，要多吃维他命 A 哦，有没有？那这样的思维是治病还是养生？明明是治病又说养生。所以这个谈维他命 ABCD 能改善我们什么，那个是东方的思维还是西方的思维？又是西方传来的。所以我们接受西方的特别快，然后忘记老祖宗的东西也特别快，所以我们现在都几乎被征服了。然后那它既然不能达到治病，你们是用来养生，那我就问你们，你们知道你们吃的维他命 ABCD 它的药性是温性还是寒凉？寒凉，化学品都是寒凉的。那你们每一天都在吃寒凉，怎么有改善热人作用呢？不可能嘛。所以维他命 ABCD既非医疗也非保健，所以你们吃了也是白吃。简单一句话，这个绝对可以研究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有一次我去见一个师父，啊，跟他闲聊，他说信徒送他综合维他命，然后他也觉得好意啊，就吃。啊，每次吃奇怪他就头痛，他就问我，那为什么维他命有这样的副作用？我说没有，他没有这样，是因为你头部有体伤，然后加上那个是寒凉啊，一吃寒凉，热能消耗多了，那就把原来的体伤加重，所以产生头痛，所以把它揉一揉，温敷，它就好了，了解吧？那叫他维他命可不可以吃？当然不能吃了。因为他一直在越吃越消耗热能啊。不过我看你们热能还蛮足的，坐三天都能坐得住，应该吃一点还没关系啊。但长久我就不敢讲了啊。好，所以他也不是。好，那水果酵素现在也很流行的，那水果都是寒凉，他那个取材就是寒凉，就不用说了啦。那个也是西方的思维了。唯一还要讨论的就是疫苗。西药我都承认它有医疗功效，那疫苗到底是属医疗还是保健？认为医疗的举手，我看一下。疫苗是打疫苗是医疗的，认为是保健的举手，我看一下。好像都有。好，所以你看你们就分歧了。有没有人在打过疫苗的这两三年内有的举手，我看一下。还真的有啊。那你们知道你们是医疗还是保健吗？都不知道就打了。好，我现在来解说好不好？疫苗到底是医疗还是保健？好，如果它是医疗，那医疗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哦，它要治已病，对不对？而且对疾病要有快速的解决能力哦，是吧？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好，但是西医自己讲的哦，疫苗没有治疗的功效哦。他说你感冒了，它是不能杀病毒的，它只是打疫苗为了怎么样产生抗体之后，你以后遇到类似的感冒，你因为有抗体，你的感冒症状就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它不是治疗你已经病了，是治怎么样胃病哦。那治胃病以中医的角度，这个都写过，治胃病就是保健嘛，对吧？治已病才是医疗嘛。那自己西医自己讲的，那就打表示西医已经把它定位在保健。但问题来了，保健一定要有改善热人的作用，但疫苗比任何的西药我认为都还要寒凉。所以为什么每年打疫苗出事的世界各地每年都有，现在前不久大陆就出了很多的事，也是这个问题，太寒凉，有些打了就那个了，也有瘫痪的，也有变植物人，我都听过一大堆。所以 我很佩服你们打完还能来听，所以不得了。但你看、哦、这么寒凉的，你想想看，它没有保健的功效，又没有医疗的功效，所以疫苗既非医疗，这是西医说的，它没有医疗的功效，但他说他可以治胃病，那就是保健，但是他又寒凉，所以也非保健。那你们打这个做啥用？不止白打，还可能冒着危险去的。好，那这么说来，也就是我们结论之后，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时下你们所谓的养生保健，全部从西方来的这些思维，那全部没有保健。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西医是不是医学，我已经讲白了，所以他没有热人概念，怎么会有保健？真正有保健的是中医，我跟你们讲真的，不是因为我是中医师我才这样讲。你看你们古代你们怎么吃补的，还记得四物汤吗？四物汤不喝，去吃维他命 ABCD 然后食前大补不吃，去吃生机饮食，这有一点颠倒。还有古代还有什么补中益气汤，听过吗？四君子汤有没有？还有贵妇八味丸，那些都是温补的。所以能改善热人养生保健的只有东方思维有啊，你们已经走偏差了，西方医学没有，他们生产后还可以喝冰水呢，还可以喝果汁呢，你们知道吗？所以有养生保健的在我们东方是不可思议啊，因为他们都寒凉的，然后把寒凉的搬过来，你们都敢吃了，哇，你们太猛了。然后因为西方独大之后，现在产生很多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因为根本已经没有养生保健了，完全没有了，沦落了。你不信？你看中医是现在也是，西医是怎么来批判中医的？他说：“哦、中医哦，中药哦，像人参呐、啊，不能久煎。为什么？久煎会破坏里面的成分。你们听过吗？有啊，你们如果有研究西医报告，他们真的是这种论文报告都出来了，然后直接指点的中医啊。”那中医有没有办法？中医没话讲，中医现在声音很微小，也没有人敢说他对或错，甚至有些中医师也会附和着说：“哎，是啊，那我们以后人参不要煎煮个两三个小时，干脆我们哦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样味道出来就好了，保持它的成分。”也有这样中医师就这样讲，但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以后有人甚至会跟你们讲。哎呀，姜汤怎么要煮个三四个小时，成分都破坏掉了，没有效了，你们会不会相信？你们是听过我的课才不会相信，如果不听人家跟你们这样讲，你们又相信了。好，所以西医就对着中医这样指指点点，这个也不能久煎，那个也不能久煎，因为他们思维是不一样，西医是注重成分，酒精会破坏成分，但中医恰恰相反，它有些是真的要酒精。你看我们四物汤里面的一味叫做熟地，熟地是温的、哦、那它是怎么来？是由生地制作的，那生地是寒凉哦，那怎么会变成温补呢？它经过九蒸九散，蒸过九次啊，
晒过九次啊，那才把这个药性从寒凉变为怎么样温热。所以中医的炮制法就是在改变药性，那是中医的精华。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中医就没有温补了，中医我看就毁了。但中医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因为两种不同思维，一个走向改善热人的途径，达到保健的功效；一个是西医是走向成分而改影响组织器官，来达到它重国结症医疗的目的，两个根本不一样。但是医疗硬指着保健要走他们的路，那你就知道中西一直在谈，一定要怎么样合并，把优点合并在一起，然后要整合，有没有？谈了那么几年，结果整合的结果呢，中医快被消灭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两种是不同的思维，怎么整病永远会失败的。我这样一讲你们就听清楚了，两个根本个性不合的人勉强结合在一起，那会是怎么结果？有啊，你们现在看到整合之后，现在大医院西医越来越大，然后在台湾怎么样附设一个中医部，很小小的，然后把它丢在那里。简单讲，两个结合之后，中医变人家的小三了。哎呀，沦落到这样，真的人穷智不能穷啊，怎么能这样子呢？所以我看了很难过。然后西医这样对中医指指点点，中医完全没有反驳能力。不但没有反驳能力，你不信你看上电视看，很多中医专家甚至什么硕士博士的，一上来在谈养生学，他们是怎么讲的？哎呀，你今天要吃什么蔬菜，然后什么黑色白色什么都要吃，里面有含什么维他命 ABCD， 然后要吃多少的肉蛋白质，有没有那热量才能补充够？那是中医耶，他自身是中医专家，结果在谈这些，我一越看越像是西医派来的间谍，根本就是混进来的。中医怎么会有这种成分之说呢？那是西方的。那你现在在研究中医的，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现在中医要拿到医师执照要怎么样？你要拿到执照要读西医的书，然后经过他们洗脑之后，你才能考试通过，才能拿到中医的牌照。那西医师要拿西医牌照要不要经过中医考试？不用，因为他老大，所以他就直接拿到了，所以我说了算。所以你看现在中医师变成这样，所以我看中医已经怎么样，快名存实亡。这个中医是真的养生保健，是真的才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东西，反而没有了。那你们吃这些寒凉，长期吃越来热人越不足，以后病就会越多，年纪越大病越多，然后生命越短促。哎呀，所以我很感叹，好的东西已经被坏的取代了。中医要起来啊，不是说中西医诊病，那个是不可能成功的啦。那两种不同的思维怎么成功？一个是谈成分，一个是谈药性，你怎么诊病？所以原始点已经看开了。我说我的医疗要不要借助西医的仪器检查？不要，我跟他划清界限了。以后他要诊病，我也不跟他结婚。所以我决心说，带大家说，如果可以，我们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大家有志者，我们就这样走。那这样民众就有救了，要不然养生医疗，医疗跟保健完全分不清楚，那怎么搞啊？那中医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的严重性，已经谈成分，已经把中医的炮制完全都甩在一边了，那中医重视的药性也慢慢失去了，那怎么复兴呢？怎么恢复呢？你们自己想想。然后再荒谬一点的就是疫苗，疫苗寒凉，明明寒凉，百害而无一益哦，绝对完全一点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你看，
很多国家都规定你几岁从小就要开始养成打疫苗的习惯。我翻开医学史，只有这个时代医疗最黑暗的时代，没有以前养生概念，哪有国家要求你啊？你上学还要打疫苗的，有没有？现在有啊，有些学校都这样要求啊。古代有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喝一碗姜汤才能上学的？要不然不可以哦。或是来操场要跑2000才能进学校的、进教室的，没有人这样规定的。古代自古以来，养生保健从来没有列入到这么高的层次，超过医疗的层次，必须要这样子。只有这个时代第一次出现，我也真的服了。好，我这里该讲的都讲完了，我们可以休息了。